有28天。哪个月的28天？4+4+4，打一种水果。16。两个人分5个苹果，怎么分最公平？榨成果汁儿。你是知道答案吗？公布是一辆公交车到第一站上了7个人，下一站上了8个人，下了2个人，又一站上了1个人，下了4个人，又一站上了9个人，下了1个人，再一站没上没下，到站上2人，再到一站下了5个人，请问一共到了几站？7站。小明的爸爸有3个儿子，老大叫大狗，老二叫二狗，老三叫小明。如果1=5，2=15，3=25，4=35，那5=5等于一。我呢，一直都想养一只宠物，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。它真是太可爱了。新神魔大陆还有超多其他可爱的小伙伴，一起来玩吧。